邵逸晨，高中哪个篮球队盯我多久了？说，你干嘛那么跑？当然是因为你恐怖啊！不要抓着别人的直系学弟不放。他是你的直系学弟？是啊，还是我的救命恩人。 是不是小白木？你邵逸晨。OK， 你应该没有。哎，你到底哪得罪江敬腾啊？从那天他在教室找到你都多久了？为什么他一直追着你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明明土木系跟法律系隔这么远，他为什么要缠着我不放？明明是九号那天，我没有遇见他，他为什么还追着我跑？你以前都躲起来偷偷看他而已啊，应该没有碍到他。该不会我们找不到的那几页被他捡到了？ 躲在人群中偷偷看他。抓到人没？没有，又到那溜了。才刚进来的大一学弟是哪里得罪你了？一军连你连那么紧，你都没有理他了。那个邵逸晨写这几页纸，就让你非这样找他算账不可？我不知道。 就有种感觉，什么感觉？江敬腾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这几天在外面跑来跑去，累得跟狗一样，就为了你的感觉。怎样？你有意见吗？没有，你说了算。